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去年也有一次，然后今年这个时候又开始了。你看我的脸上，你看这个有这个红红的，这两边都有，然后有时候会痒。我们这边当地的齐科医生嘛，他还说是那个可能是湿疹，但是我擦了好多天的药都好不了。虽然说阿峰不是靠脸吃饭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脸挺重要的。我们是当地的老人家有一句话叫做。我们人就有一个头脸给人家看，然后脸我现在这样红红的，我现在走出去都有点尴尬。今天准备去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，等会那个检查完回来，等会那个去钓鱼，我跟杰弟他们也好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皮肤医院这边来了啊，现在准备进去看一下。我到今天目前就有。对呀对呀，面部比较敏感，太阳晒。现在我们已经到海上了啊，准备出发了。兄弟啊，今天我在一般上面钓，你们在船上钓啊，看谁钓得多啊。昨天你输给我，今天可不能再输给我了啊。那我们这样准备出发了啊。今天浪感觉比昨天要大。兄弟啊，来个比赛哦，看我一个人能不能超过你们三个人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在旁边开始。先来给他挂一下油，先那个看看底下会不会挂。半径所有的黑钓，今天第一条啊！请放在这里面给大家养起来。今天第一条收获啊！今天看能不能一个人看能不能钓过比他们三个人多。七七挂上，诱饵下钩。那天我们钓啊，钓得不错，还不错啊！这条有个4两左右的黄钓。就没了，原来都被这个小雨，这个小雨也来了，小黄钓也来了，直接给你不换了，然后继续下竿。这条不错，这条应该有个大起来吧，不错啊，拉里一下，哇，这是一条大起来的黑钓。还不错啊，这条可能比刚刚那条大还要大，这条有个8九两吧，得给扔到水里面去了。兄弟啊，你刚刚你们钓了几条？10条吧，刚钓了有6、7条吧，总共有6、7条，刚刚有一两条没拍的。那咱们家怎么有去那边钓？刚刚上了一条1斤多的黄钓啊，还不错啊，目前最大的一条。兄弟啊，怎么样？目前最大的一条1斤多的黄钓。兄弟啊，刚刚那个老板打电话说那个要黄钓，不，你们再监钓，我就给他送过去。好，他记着那个2747。刚刚一个那个老板打电话过来说那个他从17开车下来，然后他又跟我们买黄钓，那我们家黄钓全部给他捞过去，黑钓就留着，然后买其他人啊。这样把这个黄钓都给他捞起来。然后今天钓的还有这里面这些黑钓，这里面有个5、6斤吧，差不多。我就全部捞起来了。今天收获算是挺不错的啊！你看，我们还没钓完就有捞完底了，这里面全部是黄钓。今天有个10多斤，也挺不错的一天。刚刚那个老板他不想出去，然后我把鱼那个拿给他，好，卖了800多。我这边卖了八斤多，1斤100。黄钓呢？什么这边比较贵？对啊，我卖了黑钓。你卖了500多？500多。那总共是1000多，也不错。还有另一家呢，还有一天拿这边拿家呢，这个大量来炖呢。好，然后学到红烧吧。
那这个一旦跟红烧已经做好了啊、哦，来来来，吃吃，对，吃对吃啊，小仔，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，谢谢。兄弟啊，这个三次一钓的鱼还是味道不错啊。肯定的，比较刚刚钓起来的那个，直接拿过来加仓，确实味道挺好的。今天说是非常不错不错的一天，有的买又有的吃，那我们家就不诱惑大家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，我们明天再见啊、哦，拜拜。